老铁们，马上开播，先把他打晕，一会儿烫他。老铁们，马上直播啦！我来了，看这个小法宝，见过最长的这一个了。看，你猜这谁买的生日蛋糕？虽然我不喜欢吃它，但是我非常爱捡它。觉得我捡的过瘾的，给个双击。今天我也来挑战一个小马棒，上量。今天来点狠的啊！哎，我干那么死呀，干那么死！老铁，鲍鱼吃之前，先让它活动活动筋骨，看上面须子，这是它的触角。活动活动，下个视频开照，这么大鲍鱼，仔细观察一下，好玩吗？这蛮大的。